阿金，年哥，你怎么了？你那么着急叫我干嘛呀？你愿意娶我吗？啊？我说你愿意娶我吗？今天怎么了呀？我看你是不是哭了呀，阿金？怎么回事？你给杨哥讲一下好不好？不是啊，严哥，我问你，你愿不愿意娶我？你说我愿不愿意娶你呀？对。我当然愿意娶你呀，阿金。不是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给杨哥讲一下好不好？你这样我会很担心的。我舅妈给我爸爸打电话说让我回去结婚了，回去结婚。然后我爸也跟我说就是听舅妈的，因为现在的话是舅妈说了算，让我躲在这儿也不是办法。但你爸爸妈妈不是已经知道我们两个这个关系了吗？在交往这个关系了吗？阿金。对呀，但是那是因为我爸爸以为我舅妈也同意我们两个。你爸爸现在叫你回去还是怎么了？叫我回去听舅妈的，就是结婚。杨哥，你真的愿意娶我吗？因为我也不想错过你这么好的男孩子。然后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就谁的话我就都不想听。傻瓜，阿金，杨哥是不是给你讲过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父母或者你舅妈必须逼着你结婚，杨哥会带你出去，好不好？我们两个去私奔，我们就不要听他们的。如果他们不同意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情况下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没事没事，阿金，你现在不要哭了，杨哥去找你爸爸说一下。哥，你过来陪我坐会儿呀。你要坐在你这儿来吗？来吧。你怕不怕呀？我不怕，没事儿。你看坐在这儿，心情都要好一点。你要坐在这个位置是不是？阿金，你今天吃饭了没有？还没有呢，不想吃饭。要不回去吧，杨哥给你做饭，给你吃一下，是不是？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有杨哥在，是不是阿金？没事的。你严哥，啊？你看一下，你看我们这儿，你会不会心情会好一点？这样子随便看一下。哦，你这对面是不是？虽然全是山。但确实山是很高的，对不对，阿金？对面还有呢，自己坐在这儿，就会好一点。你是不是以前心情不好呀？那个时候你都会喜欢在那一个人坐在坐呀，对不对，阿金？不是，以后就不会，不是你一个人了，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好不好？杨哥都和你一起面对。好，杨哥。对了，杨哥，啊，怎你么想了？不想看更好看的地方？还有更好看的地方吗，阿金？在哪儿啊？你要带我去吗？走吧，那样更高。看着更好看。好，走。那你牵着我好不好？我害怕迷路了。走吧，你走前面。走吧。我们都在平凡的日子里拼命挣扎，拼命想活成别人期待的人啊。就算四海为家，就算风吹雨打，也要微笑着说我还好。杨哥，哎，我不想回去，我害怕我舅妈骂我。没事，阿金，既然我们都过来准备说这个事情，对不对？无论结果怎么样，我们都要去面对，一定给舅妈说清楚这个事情，好不好，阿金？没事，有杨哥在，来，牵着我的手，来，走，我们去找舅妈，好不好？好。杨哥。哎，好，走吧。你舅妈在哪？没事，舅妈在那儿，反正我们就过去找她的。他喝了酒，脾气会。没事，有杨哥在，放心，走吧，阿金。哎，舅妈在这呢。那你面孔脸什么干活了哦？啊？那你面孔干活了哦？没事，舅妈，阿金，你先坐。好好好。不是舅
舅妈，是这样的，你前两天不是让阿金去相亲吗？所以阿金才跑到他爸爸妈妈家里面去的，对不对，阿金？不相亲，妞妞。不是我的意思呢，舅妈，你知道吗？我的意思就是不要让阿金相亲了。如果你在这让阿金相亲的话，阿金可能会出去和杨哥一起走了。啊，那小伙子啊，你太太的找阿金，我是老婆都投入没得干了。没事，舅妈，我过来找阿金，我是为了阿金好。阿金也希望我过来找他，是不是阿金？对。所以说今天小杨过来呢，我没几个意思，我的意思呢，以后不要让阿金相亲了，知道吧？不相亲。如果你继续让阿金这样，我只能带着阿金出去打工，让他和我一起出去上班，你只能一个人在家里面，你自己养猪，然后你自己在家里面干活，就看你。我一个人老活了吧，你两口子。对呀，舅妈，你都觉得你自己一个人老活的话，你为什么还要逼着阿金呢？对不对？是不是阿金？你跟舅妈讲一下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两个一起出去了，最痛苦的肯定是舅妈你自己，是不是？对，这次真的，如果还说要相亲什么的，会跟着跟杨哥一起出去找工作上班。不相亲，不相亲，相亲不行。不相亲不行呀、啊！相亲不行的，而且我在。什么意思，阿金？他的意思说，就是我必须就是还是要相亲。啊。只是他说的。那这样吧，既然这样，舅妈。真的说不通。这样，那阿金你去收拾衣服，好不好？你去收拾衣服去，我们马上就走。我们马。那你们两口马上就走，那你就不要逼着阿金相亲了呀，这样的话阿金就可以不走嘛，可以在家里面照顾你呀。这照顾我嘛，那不相亲好，你们两口。哎，我们两个。杨哥，我听懂了，他的意思说我们两个不行。你前面都不是答应我跟杨哥就是耍朋友，不行。慢慢耍嘛，对，马上就耍不行。就慢慢耍是什么意思？马上耍又是什么意思呀，阿金？哎，真的是，他不是，舅妈，是这样的，阿金的父母、阿金的爸爸妈妈都同意阿金和小杨在一起了的。如果你不同意的话，我只能带阿金走了。那爸爸妈妈说不算的，我说了算。但你如果这样的话，阿金只能跟着我出去了，这样最痛苦的是不是你吗？对不对？你想不想让阿金出去嘛？肯定不想，对不对？你想让阿金家里照顾你，对不对，舅妈？但前提下你不能阻止我和阿金在一起呀、啊。你怎么不行？那这样吧，那这样阿金，你还是去把收拾衣服，我们走，我们走，我们回乐山去。既然你们两口马上就走。对呀，我们马上就走了，去吧，阿金，你去收拾衣服去。那我去了。那今天我的活干一两天嘛，两块，活干不起了嘛。那但是你同意我们两个在一起，这样我们就不走了。小杨也过来帮你干活呀。那我的阿金，我相亲了。啊，不相亲，阿金以后不相亲了嘛？但是你要同意我和阿金在一起嘛，对不对？行不行嘛，舅妈？如果行的话，那慢慢来嘛。啊。妈妈来嘛，你还啊？他的意思说还是我也不想马上就扔下他。舅妈意思是慢慢来，是不是？是的，是的。就不要马上结婚，对不对？啊，马上就不行，慢慢来。啊，但后面如果我们两个结婚行不行嘛？我就最后问这句话。那慢慢来嘛。马上就结婚，马上就结婚。但后面我害怕舅妈你怎么的，你知道吗？害怕我们两个后面确实在一起耍了，耍朋友，时间久了，但是你又不同意，这不是很麻烦吗？如果你我想只是想问舅妈你一句话，以后你同不同意阿金嫁给我？但现在不是现在结婚，是以后。
那妈妈慢慢来嘛，一年年刷嘛，马上就是刷破也不行。那你马上结婚？马上结婚？就你问一下舅妈，阿金，你问舅妈，以后可不可以？以后我们两个结婚可不可以？我们就不走了，没事，我们就照顾他。爸妈。啊？爸妈。以后结婚也没事，是不是？嗯，妈妈要结婚嘛。那行舅妈，那这样阿金我们就不出去嘛，好不好？阿金，哎，你慢点。我太激动了，因为我也不想跟他闹僵。啊，对呀，本来我也不想啊，对不对？那杨哥，要不你跟我舅妈聊一下嘛，然后去做饭。行，吃饭。去吧，我跟舅妈聊一下，你先去，好不好？阿金，去吧。那小伙子啊，今天鸭子买了没嘛？鸭子嘛，舅妈。啊，舅妈，鸭子小杨是买过来了的，但是刚刚我是想，如果你同意我和阿金在一起的话，我就把鸭子给你吃；如果你不同意的话，我就自己带回去。这样想的。那慢慢吃，慢慢算。啊，行。拿出去算了，不行。啊，行，舅妈，你先坐一下，小杨去给你拿鸭子给你，好不好？好嘛。啊，好，你要对阿金好的话。好不好，舅妈？好嘛，嗯，好，我先去了啊。